来，早起的人儿有鱼吃，早起的鸟儿有虫吃。早起的人儿有鱼吃，早起的鸟儿有虫吃。从你的眼神看出来不太妙啊，很难，很难，很难。早起的鸟儿有虫吃。好，十六个字，十六个字。早起的人儿有鱼吃，早起的人有鱼吃。我这个呢，早起的人儿有鱼吃，早起的人哦有一吃。第二句，第二句，早起的鸟儿有啥吃？要晕了，早起哦有，早起的鸟儿有鱼吃。废了，还是第一个人，还有一个，还是第一个人，还有十一个啊，还是第二个人，再第二个，啊，还到第二个，啊，为什么？难啊！来了，早起的人儿有鱼吃。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早几个人哦有一事，早几个鸟儿有一事。Perfect, go。一道阳光。早几个人哦有一事，早几个鸟儿有一事。早起的人儿有鱼吃，早起的鸟。早起的你。鸟。嗯，早起的鸟。有鸡吃，有鸡吃，这不合理，合理吗？你说，合理合规呀、啊？不对吧？早，早起的鸟儿有食指啊，随心所欲吧，想吃什么吃什么吧，哥吃啥吃啥呀。早起的人儿有鱼吃，早起咬人呀，早起的人儿咬人呢。耶耶，这中文真的是太棒了。早起的人们，理智。早起的人们很理智。楼梯。完了。失去理智了吗？楼梯，在这人。楼梯在这人。Yes， 老哥。楼梯在这人。就到这个程度了，都已经是面目全非了。是。都不是改编了，到原创了。楼梯在这里拿来一亮。没好了。猫，猫来，猫来。老师，来吧。Go， 海娜。好了。Go， 算了，不听了也可以。对，真的不能听。楼梯在这里。Ready？ 没了。One more, please。楼梯在个人，还有三。还有三啊？嗯。还有三句啊？我不知道。他也不知道。其实没准不听可以说得更好。好，说出你的答案。老师，不着急啊，师傅领进门，修行靠自己。今天上的课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。哇，好能编呀、啊，都是看手势编出来的。零分 ，unbelievable， amazing， 一个字儿没对上。哦，对了，一个字，人。好，十六个对一个。哎，传过来只有几个字，根本没有十六个字。说一下他原来是怎么说的吗？早起的人儿有鱼吃，早起的鸟儿有虫吃。我都把它编得很有节奏。所以是两句话呀、啊？
是两句话，十六个字啊。传到你这里开始已经没有话了。Unbelievable， 来换位置吧。换位置，我到中间，我来感受最难的。我来最后交给我，你到前面。我去哪儿？你这里，这样吗？我来看。第四个字，李白喜欢喝酒。李白喜欢喝酒。嗯 ，OK， 第一句，第二句。杜甫是他的好朋友。杜甫是他的好朋友。李白喜欢喝酒。杜甫是他的好朋友。杜甫是他的好朋友。李白喜欢喝酒。杜甫是他的好朋友。一个字没错。女孩很厉害哈。李白喜欢喝酒。李白。喜欢喝酒，喜欢喝酒。耶、yeah, ，杜甫是他的朋友。笑成这样。李白喜欢喝酒。李白喜欢喝酒。喝酒。杜甫是他的朋友。杜甫还有朋友。涛哥那个好，有点动作是对的。绝对对的，你能靠这东西猜一下，我祈祷一下吧，正好是可以祈祷。哦，让我们猜出来。耶！李白酒喝三个。No。Finish， finish。两个。先，啊。好啊，自己猜吧，猜呀、啊，都在这一下里边。完了，怪我，美丽。Speak，no， only 动作，要说话的呀。他只做动作。啊。耶、yeah. ！我是为了让他方便记住节奏。和人物关系，没问题啊。李白能喝三瓶。好兄弟啊。李白能喝三瓶。李白能喝三桶。你要想想这是什么，兄弟，差不多，快编点，你编点，编点啊，编吧，万一编对了呢？李白能喝三瓶。李白能喝三瓶。你是我的兄弟，三瓶喝完，你就是我的兄弟。把老师给他加更了，给中间加两句。啊，李白。啊，李白。你就是我的兄弟，你就是我的三弟，三弟，三弟，李白，你就是我三弟，大哥，二弟，你是我的三平，大熊猫，大熊猫是你的堂弟，三弟，二弟，好，阿莲说一下这句话是什么？李白喜欢喝酒，杜甫是他的好朋友。所以总共答对了五个字，哦，白和是的，可以，本来是好朋友，你这一整成三弟了。对呀、啊，你怎么什么时候会转到一个整了三平呢？怎么过来的？那当然是，这位兄弟太猛了。来吧，继续，下一组，我们来，排兵布阵啊！哦耶！那我第一个，你第一个。免子一个，那我在后边一点，然后咱调换位置嘛， okay, 先搞一次试一下，试一下，试一下。OK。你饿不饿？饿不饿？饿了。饿了。我们就点。
铁锅炖大鹅，铁锅炖大鹅。